我的天，那个灯不长的。今天跟老爸来山里面，这个绿菊可以采了，我们搬两根回去做菜吃。太嫩了啊，老爸说。然后这个小豆子了，啊，老弟其实吃不进饱了一点。这个太小了，老爸说，我们重新去找一找这片竹林里面还有没有大一点的。在这里也发现了两个，老爸在搬。老爸说很嫩。走对不对，我这吃了两根几个。老爸只吃了这两个了。这是今天跟老爸的收获啊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竹笋的，这个我们叫绿菊笋啊，你们看后面还有好多老爸。啊，就他吃了几根了。你们看啊，这些是一种品种的竹笋，这里还有好多，只吃了这几根了。大山里面马上就要下雨了，乌气蒙蒙的。